我哋今日咧就又去捧 Angeline 場。我哋今日係喺呢個 KCC Performing Art Center， 即係以前我同哥哥啊讀書嗰度咧，呢個島嘅社區大學。係啦，我啱啱拍咗車，年年已經喺後台準備就緒啦，啲鼻涕。咁啊，哥哥媽咪佢哋已經到咗啦，入咗去啦。好啦。呢個是第一次他在這裡表演，前兩天呢就已經來過 rehearsal 了。這個就是我母校，但我讀書的時候這間東西未開的，就是這個這樣的表演場地，我都好像來過幾次而已。好啦，祝年年順利完成，他今天的表演很有意義的，是他的 band 老師精挑細選，每班不是每班，即是 Kawaii High 的 band 裡面挑選幾個，即是全部學校挑選一堆一堆這樣。好了。